国内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。大家好，我是依依。在网上有很多的海底世界视频，小时候就觉得那些沉船里肯定有很多的宝贝。这些视频大部分都是人们潜在水里拍摄的，这些潜水员可以在水中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，在海底有很多的鱼群，在镜头下看起来非常壮观。我们也都知道老外有很多的想法，海洋占据了地球的 70%。 这个外国小伙就想知道海底究竟有什么，可是他不会潜水，所以他就把一台摄像机给绑在了鱼身上，想要借助鱼的眼睛观察水底世界。很多网友都说这有点亏，能这么做肯定是土豪。其实这台摄像机上还连了一根鱼线呢，就是防止鱼把摄像机给带走。这个小伙把摄像机紧紧地绑在了鱼身上，然后他们就把鱼给放在了水中。这条鱼能够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底世界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可以看到水中有很多的鱼，这条鱼可以跟其他的鱼近距离接触，如果不是这条鱼是不能跟鱼群近距离接触的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。